Welcome back. Now, 我们现在有两个在两轮二 v 二的挑战赛当中决出了两个胜者，他们当中只能决出一个晋级决赛的名额。那么怎么才能决出呢？那就要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比赛，他们必须要去迎战更艰巨的、更为不可撼动的一个对手，他就是中国机器人格斗第一人。What？ 所以我们还要进行两场的战斗，两场战斗谁先来呢？因为黑狼你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伤，所以你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来修理。第一场将是我们的火蜥蜴 Spicy New 对阵我们的中国机器人第一人，也是我们的 KFC Clash Boss 的技术总监。这场比赛马上开始。黑狼继续修，还有五个小时，加油，快快快，第二场等你了。我们的机器人没有坏吧 ？We just did a small repair in the motor, and right now we are assembling again. Good. So I think we are good robots, and we are going to be champion. Okay, on board. Mano, não tá partindo a arma. Cadê o urso? Ô, Vurs! Ô, Vurs! What?What's going on? Mano, não tá partindo a arma. Não tá partindo a arma? Não. Tô fazendo uns barulhos estranhos. Acho que pode ser. Vou tentar devagarzinho, então. Pode ser um fio solto, igual o Zach falou. Escutou a faísca?Escutei, dentro do motor. I was worried because our weapon motors died and we tried to remake one from nothing. Like we put together two old motors to try to make one good. I'm worried that it's not going to work.Our motor, the stator, inner part. We just need to replace the motor. Another 2 hours?Yes. Now we're only left with 1.5 hours of repairing time. For what? I feel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so things got not the way we want. And just give them the chance.刘指导非常幸运和高兴地见到你啊！你好，你好。我是机器人争霸的技术总监，我叫刘东升，在国内15公斤的比赛中拿过第一，在60公斤的比赛中也拿过第一和第三的成绩。
明星机浮云兽是一台气动弹射类型的机器人，弹射力达到了6.8吨，两轮驱动，驱动总功率为2000瓦，最高速度可达到每小时20公里。这个哦，是他，你见过啊？我见过。我觉得刘指导的操控应该算是我目前看过操作机器人里面应该是技术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人了。大魔王他真的是在国内的格斗机器人圈子里面是一个先行者，做过非常多种类的机器人，而且非常有的比赛经验。黑狼和我心里有一些即将进行的一场比赛是由您率领你的机器人和对方 Spicy Newt 火蜥蜴美国的一个冠军在你们两者之间进行，你了解这个战队吗？啊，了解，因为在很久以前我就看过他的比赛，操控的话我觉得可以达到90分，攻击的话应该是80分左右。80分，对。 Is it exciting to challenge out the number one in China? Yeah, I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der the hood over there, so I'm curious to find out. I've never fought a flipper before. Are you gonna win?Oof. Spicy Newt's not in the best shape right now. If Spicy Newt keeps working,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will do your best. That I'll, yeah. I am nervous. We have taken so much damage that could be a tough matc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really good strategy to pull out, you know, get the win for ourselves. Okay, 那我们就祝你们双方好运，加油加油，这场比赛即将开始。Good luck.武器开关，解除安全键。Activate robot. Remove the safety restraint. 刘指导，承让承让，承让承让。他以为你给他加油。今日留一物，他日好相见。这个也挺残酷的。如果我们再去跟魔王挑战的时候，如果两个人都输了，前面的比赛是白打。我个人现在非常的期待这一场魔王挑战赛。没错，刘指导其实对这个弹射机器人是非常非常情有独钟的。对，他认为就是弹射机器人是最具操纵性的机器人。对，但反观他的对手也不是软柿子，是美国多次的冠军最强滚筒火蜥蜴。舱门关闭 ，Arena door close。火蜥蜴准备。Spicy New Ready 浮云兽准备 Sky Ruler Ready 比赛准备 Attention 5 4 3 2 1。 魔王挑战赛，刘指导亲自上阵对阵最强滚筒，这场比赛的看点实在是太足了。弹射大战滚筒，我们的技术总监对上美国的最强滚筒，究竟鹿死谁手？刘指导这边一上来采用了一个迂回的打法，绕圈呢，他在诱敌。刘指导这个时候应该要伺机来进攻了。看来应该是想避开火蜥蜴最强大的滚筒。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就碎了？哦，玻璃都碎了，浮云兽的玻璃全部被打碎了吗？但是我觉得玻璃的美观效果更大一点，应该不会对机器造成太大的影响。来看一下刘指导这边一个紧急的回头，想要尝试利用自己的弹射武器来攻击火蜥蜴，有没有机会？哎，正面硬刚，武器对武器，最坚硬的部分来对着你最强大的部分。但是看看有没有第二次机会。不过这边我们发现火蜥蜴一直是把自己的头对准了浮云兽的屁股，它的弹射武器并不能够发挥作用。是的，浮云兽这边现在还在场地中周旋，想寻找机会，但火蜥蜴的速度太快了。这真不愧是我们本次比赛里面排在前三的操纵手。我觉得他们转起来真的是转的，我现在解说有点晕啊，从开场转到现在了。哇，看一下刘指导这边一个转身，哎，再一次对撞。哎，说实话，这一下刘指导操作很漂亮，但是刚好打在了滚筒上面。弹射没有能够成功，来，他弹不动了，反而是自己被撞得有点伤。哦，这一下开花，被追尾，感觉刘指导要吊销执照了。
这一下被追尾，福云寿应该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电池都被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动力系统已经没有了。刘指导长舒一口气，这已经不用打了，不用打了 ，KO， 不用打了 ，KO，finish，finish， 结束了，结束了，被拆掉了。火蜥蜴再次展现了他强大的进攻能力，继续在场中耀武扬威的炫技， 这个冲击力只有最强滚筒火蜥蜴做得出来。That was stressful. 浮云兽的攻击类型对于可以复位的火蜥蜴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火蜥蜴可以很容易的将浮云兽 KO。所以浮云兽的策略就是把对方引到场地机关旁边，用陷阱来终结对手。哎，但是整场比赛火蜥蜴的操作非常好，没有把自己的侧面暴露给浮云兽，反而是火蜥蜴凭借行驶速度上的优势，连续的攻击浮云兽，使其机身完全被损坏，赢得了魔王赛的胜利。我们恭喜火蜥蜴获得了挑战直接晋级总决赛的机会。刘指导，这个被我们的战队挑战啊，输了是吧？对。接下来看家本领，杀手锏要拿出来了吗？我很期待是什么？特别期待。我这个心情五味杂陈啊，我没办法形容。黑狼又没修好，现在整个机器人是变形的状态，一个完全变形，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如果下一场挑战大魔王的比赛当中，刘指导是胜者的话，那么火蜥蜴将自动晋级总决赛。所以我们在期待着黑狼加速他的修理，迅速的进入战备状况。Icon for Perla fode. A pinola está boa. Na 维修间应该很快吧？好了吗？哎，嘿，哎 ，finish. Finish. 好了吗 ？Yes. Ready to test.You have 30 minutes, s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你说他现在这两面间隙不一样了，已经。你看他这边有一个间隙。哦。让他们走吧，他们只剩半小时了，让他们先去测试吧。Let's go. 他们真的快累不，真的不行，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体能的极限，他们就在人就躺在这下面睡觉，真挺不容易。真的是跟我说没有配件，什么都没了，现在壳都掰了。黑狼的出战次数太多了，所以导致所有的东西都变形了，又没得换，就是将就把它固定在一起，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高兴，这高兴了。就是累得贼死，然后一修好了，就没有办法。I think the best Legion to do this it was us because our team is very confident now.我觉得保护机器人为主，还有就是如果你赢了，后面还要跟火蜥蜴 PK， 所以我觉得赢不赢其实不重要，因为这个不淘汰。Okay, we will. Okay. 根据你们自己的想法决定，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建议。Yeah, we're going to discuss. Thank you. Good luck.
谢谢。刘指导你好，接下来又是第二场挑战你的比赛要开始了，压力大不大？现在比较大，我去年还在其他赛事里遇到他，所以我对他们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些比较极端点的战术去对付他们，就是那种一击制胜的。那么你在第一场的这个挑战赛当中，那台机器已经废了，现在你换了一台，这台叫什么？这台叫做红蜘蛛。红蜘蛛，对 ，Red Spider。红蜘蛛是一台滚筒类型的机器人，武器转速达到了4000转每分钟，武器功率为15000瓦，武器储能为5000焦耳，四轮驱动，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3公里。我个人觉得是一下的事，就一下。哪个坏了？红蜘蛛。咱仨赌一下，多少秒之内？1分半之内。那我来夸张一点的啊，10秒。不不不，2分20秒以前，就看黑狼怎么打。我们仨刚才赌了一把，说什么？说多少秒之内，黑狼能把他 KO？ 对。我觉得刘指导的操控是非常好的，能磨叽个1分钟吗？不见得谁输谁赢呢。刘指导就像我们的大魔王一样，每一次被打败，他也会大声喊着我还会回来的。甭管是灰太狼还是大魔王，今天这黑狼是扎扎实实的在咱们的维修时间内回到了赛场上。我们来看一下刘指导的红蜘蛛，这一场面对可以说在本次比赛里面，我觉得攻击能力排得上前三的机体黑狼，而且他有着一项傲人的战绩，就是曾经3次让对方起火。这一次会不会让红蜘蛛继续起火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比赛即将开始。黑狼准备 ，Dark Wolf ready。黑狼准备。No。完了。哎哎。武器系统坏了，最后非得嘚瑟撞两下铁板，因为这个机器人已经到了一个承受极限的状态了，它真的是在挣扎。Weapon broke. He wasn't able to actually do any damage.Dark Wolf got clobbered in the first fight. We were worried our weapon models died and just give them the chance. Okay, let's go. 高兴了，高兴了，高兴了，笑容。黑狼准备 ，Dark Wolf ready.红蜘蛛准备 ，Red Spider ready。比赛准备 ，Attention。啊！不要拆我的机器人。5, 4, 3, 2, 1。魔王在第二场，刘指导卷土重来。我们看到一上来红蜘蛛就直接追着黑狼咬，因为我们知道黑狼的武器起转是比较慢的，所以刘指导很快就抓住了对方的弱点、哦。这一下直接把黑狼撞翻了，今天的蜘蛛看来是要吃狼了、啊。哎，但是刚才飞出去一块铁屑是谁的？我们来看一下，红蜘蛛怎么趁着蜘蛛机带着黑狼立刻就翻了回来。Boa。而且刚才这一下把黑狼掀翻，感觉是要把黑狼激怒了。黑狼这边回身一顿暴击，对着红蜘蛛轮子就是猛锯，轮子直接被卸下来。蜘蛛虽然有那么多条腿，但是现在已经少了一个了。Going, going, wow, let's do it again.
但是在巨量小腿之后，红蜘蛛选择一个360度的大回环，立刻拉开身位。刘指导的操作还是很精细的。刘指导的操作非常好。黑狼这一赛季中没有得手，刘指导确实在操作方面非常的不错，利用自己机体的机动性不停地在闪避，但是黑狼的进攻脚了，黑狼进攻打得非常的精彩，终于是抓到了刘指导的破绽。高高攻！哇，黑狼这边乘胜追击，再一下前顶，直接是把红蜘蛛送到螺旋钻上。那有点惨啊，正面被数据，屁股被螺旋钻，现在的红蜘蛛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阿布拉布，阿布拉萨布。看一下黑狼怎么去做这个乘胜追击，再一下撞击，碎了，再一次的碎了，小蜘蛛直接被肢解了，这一下零件散落一地，身体也无法复原，感觉刘指导可能又要败下阵来了。哎，还在动，还有两个轮子，黑狼要不要乘胜追击？但是黑狼的武器好像已经停转了。可以不打了，可以不打了，可以不打了。哎，黑狼这一下撞好像对自己的武器电机有一些影响。不要忘了，这场比赛如果黑狼获胜的话，接下来还要去和火蜥蜴进行一场大战的。而且在赛前我们也是得到消息，黑狼的电机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对，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烧毁，那接下来面对火蜥蜴的时候，黑狼将会承受一个巨大的困难。 That just sunk me, you know, had such a high, such great fights, and then to have toend it fighting Dark Wolf and probably both of us breaking our robots beyond repair.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我们恭喜黑狼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哇！黑狼的电机又坏了，彻底坏了。就跟这个魔王作战最后的这一段，我们已经没有配件了。因为你就能想到，就之后黑狼就是要跟火蜥蜴要再进行一次比赛，就觉得还是蛮纠结、蛮复杂的一个心情吧。I should spare a little bit more our robot, but we are anxious to fight and to be in the finals.将会有12支战队组成复仇者联盟，每一个战队挑选3支挑战你们的复仇者，1-3，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下来，请回到《肯德基机器人争霸》第10集的正片，完整观看两大明星联盟在团长保卫战中的智谋比拼和实力战队之间的激烈较量。我们其实从最开始我们挑的就是更有个性的人，就是因为有他们，我们才可以每一次的起舞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嗯，真的，就是选对人的嘛。第一期给我们的时间太短啊，我们一进去应该就看 Old Dog， 那 X Crew 我们连看都没看。对，但是如果你说可以再选多几个人的，对，我们肯定会把他们选过来。对，爱奇艺悦享品质。